台独意味着战争，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，不断推高台海形势紧张动荡，把台湾一步步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。许多国际媒体认为，台湾现在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，台海形势处于最危险时刻。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当局的头面人物，自诩台独工作者，却说自己当选风险最低，你们信吗？台湾民众会相信吗？我看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。此外，我要强调的是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，反对台独、维护和平乃人间正道。